我的意思，你看很脏了。你很像闪电侠。闪电，我们来讲一下魔星大奖，你会穿什么衣服？性感的，配合让我前凸后翘的，上面低，下面高，我的鞋会很高，鞋很高的鞋。因为这一次来的嘉宾有很多是重量级的，这样我就很娇小玲珑了咯。比如说重量级，有一个台湾演员叫做林美秀，你听过吗？有很 cute 吗？重量级的 Q 我喜欢，你喜欢？我喜欢。还有谁？我不担心他，我担心沈世曼。听说他很会撒娇的，沈世曼呢？我只会，我只会。要小心一点。哎呦，还有台湾，你们台湾女孩子比较会撒娇。还有一个漂亮的小妹妹，叫做陈思巧，我知道，很巧的。没有你巧了，你比较巧了。我年轻的时候很巧，长大的时候很巧。哇，有有有，到处都巧。还有一个是，你有没有认得没？帅哥，帅哥。好，哪一个帅哥？王子。哪一个王子？王。帅哥啦，台湾的啦，王子啦，王子，我知道，年轻又帅，是我们新加坡也是有很帅的，有谁？他可是他想养，叫你卖点关子，你把名字讲出来，不是啦，我没讲名字，你再讲，没有，你等他等等，嘘，华文，华文，我不懂。我的名字是你刚刚讲了，讲什么？想想要了，就是这几个。Okay. 记住这个日期，4月22号，星期几？星期天，星期天，星期天晚上7点，八频道什么节目？红星大奖2018，撒泼火。